主料：腐竹皮两张，香芋150克，蟹柳肉100克，鸡腿肉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花。将熟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的材料：香芋、泡好的冬菇、蟹柳棒、鸡腿肉、姜片。鸡腿去骨备用，所有材料都切粗条。姜片剁成姜蓉，鸡腿肉加入姜蓉、糖、盐、生抽、花雕酒、生粉、油腌制。腐竹皮放在水里泡软，泡软的腐竹皮分割成几等份，取一份，放上蟹柳棒、香芋、鸡腿肉、香菇卷好，卷到最后，腐竹皮边上沾点生粉，水卷好，可以让腐竹皮贴紧一些。卷好的腐竹卷，锅里烧开水，放入腐竹卷蒸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生粉加水，少量盐和麻油勾芡，煮好的芡汁淋在腐竹卷上，撒上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腐竹皮放在水里泡软就好，不要泡太久，否则很容易破烂。二、香芋要选择粉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